大家好啊！咁今晚由胡海文同埋叮当，咁仲有阿争同你一齐睇下天气。一股潮湿嘅海洋气流咁正系影响住华南沿岸地区。本港今日咧有骤雨，新界西部同埋西贡录得大约五毫米嘅雨量，而大屿山更加超过十毫米噶。唔知道听日嘅天气又系点呢？咁听一下叮当预测。 唔该晒，叮当预测系大致多云，有几阵骤雨。咁初时沿岸有雾，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。咁气温介乎廿六至到三十度，而相度湿度介乎百分之七十五至到九十五之间。活跃嘅西南气流会继续为我哋带嚟骤雨。预料到低压槽咧，会喺周末同埋下周初为广东带嚟唔稳定嘅天气。嚟紧咧都系有雨噶，而星期六咧短暂时间有阳光，最高气温有三十度。跟住转睇下华南地区嘅天气。 澳门、广州、东莞系有雨，而深圳嘅天气会较差，有雷雨。咁气温介乎廿四至到三十度。另外四个华南城市嘅天气方面，珠海、佛山、韶关都系落雨，而中山呢更加有暴雨噶。咁气温介乎廿二度至到廿七度。我再北上啲，睇埋四个主大城市嘅天气先。北京系多云，上海、成都有雨，而天津嘅天气就最好啦，系天晴，最高气温有廿八度。咁今晚嘅颠当天气预报就讲到呢一度啦，拜拜。